忧伤心事着一桩，暗会有成熟的过去。一名叛逆少年，遇上了风情万种的心路，就好变掉的落幕，成了终身摆脱不了的纠纷。故事在剧变下出自。所以讲，我就是太岁，这笔地在这座泰山就好。我因为故事有在外少说，结局也是面皮甲掀开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故事的重点是我的委屈，有同情心的人，现在就该背后乌灵机救我出来呀！所以我不是有同情心的人。喂，你哪拢听我人话呀？我是被陷害被救出来，你来将我放出来呀！想知影你讲的是真也是假，更何况如果某人真正出现如你所讲的迄种迷人，我真个先我也拢冇听过。结论就是你咧骗人，我咪糊涂受骗，糊涂难行，卖杀一个傲少年，随真大来去找敌人。喂喂喂，叫你帮我背棋，人摇摇一左右。便收恁一炮上顶的人心地点，你哪来的人心地？比这块泰山破旧跌了几啊百年，也饮了几啊百年的人生精华，只要我选一炮给恁，比人间什么千年的人心好太多了。紧放我出来啊！恁爷爷和你真好贵，这位少年呢、啊？你真白吗？你敢知？水落魔找唔到对象了，好多。现在要修改最强的数码电是什么滋味？喂喂，恁想做什么呀？如何？这边啊，比你好真多吧？应该我记得。就卖将爷爷我出去，只要将我接出去，一定让恁真好看。那请你放心，我绝对没让你有任何失去的机会。好多。你想什么呀？哈，当初我无看过孙悟空的故事性。你现在就好好等你的动山中来救你，好多难讲。